植物气死植物。它能朝两个方向发射子弹，它能朝四个方向发射子弹，它能朝五个方向发射子弹。它不仅能朝五个方向发射子弹，还会旋转。第二个，导香剂。导香剂和毛毛草的普通攻击都是一样的，会自动寻找场上的僵尸攻击，但毛毛草攻速更快，那麻痹还能发射导弹，而导香剂就平平无奇了。第三个，田鼠可以吸引附近的僵尸并阻挡他们前进，而他的好兄弟热辣海藻不仅能吸引阻挡，被啃食完还会放出火焰烧死僵尸，还比他少一百阳光。这找谁说理儿去？第四个，地刺，伤害比钢地刺低就算了，在碰到巨人僵尸时，他只能坚持一下，而钢地刺能扛三锤。